陈其迈委员今天还告诉你们，103年还有三次，还有收据，还有收据，你为什么没有公布103年跟北海买的猪油做成了什么商品？要不要下架？大家都讲说我跟日本买猪油啦，统一跟强冠买的油，他还说我买的是日本猪油。维力也说我们后来也改买日本的猪油。我先请教你，日本猪油一公斤多少钱卖给台湾厂商你知道吗？日本的猪油一公斤多少钱卖给台湾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你知道日本养几头猪吗？不清楚。不清楚。在日本的猪只养950万头，台湾是2300万人口，台湾的猪养了600万头。在这种状况里面，日本人都还要跟西班牙、跟欧洲、跟美国大量进口猪油，他们的进口价格，你知道日本人跟外国买猪油价格多少钱吗？一公斤买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你们还讲得出口？台湾，那你总知道强冠、维力号称跟日本买猪油平均价格多少钱吧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还可以站在那里。他们平均买30几块。日本人没有猪，亲家都无够，搁拍瓜。然后日本人甲美国买猪油，一公斤用台票来算，爱买70-80块。伊那有猪油通啊卖你30几块诶？这本账簿是从你店里面挑来的，砒霜平时就很少有人买，你今年只进了半斤的砒霜，你哪来的一斤砒霜卖给人家？可能是小人记错了。记错了？你几个月以前就记错了，你现在又记错了。他用30几元一公斤的猪油卖给台湾人，他的猪油来源你们不知道，价格你也不知道。今天你还有立场可以站在那里吗？卫福部没有办法对这种贸易行为做。卫福部需要把外国进口所有食品的油源来源搞清楚。委员，我们这个每年进口的食品不知道有多少，除了油以外，还有很多很多品项。我告诉你，多少的贸易公司，你在这里，你这种叫不负责任的王八蛋官员。我告诉你，你王八蛋！你不要出言不逊哦。我对你不敬怎么样？你要尊重你自己哦。你不负责任，荼毒人民。尊重你自己的。尊重你自己。尊重你自己。你对人民不负责任，你这王八蛋官员！今天60%以上的油源有问题，都是从境外输入的。今天你竟然告诉我们说，你没有办法去查贸易行为。你这个不是王八蛋，难道你还会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？委员，你讲话，我现在在告诉你，贬低你自己的人格。我现在在告诉你，你才不要贬低你自己的人格。你这种官员还可以站在这里？你对边境入口的所有有问题的油源不负责任，然后不调查，然后让人民这样子吃，你还可以直接在这里摆烂说你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你讲得出口？你可不可以回答我？长庚生物科技为什么曾经从1518进口废食用油？还是他们是买化学制过的、改质过的化学改质油？可不可以回答我？我们不清楚长庚科技他买1518的油是做什么用途？对，难道这不是你该去搞清楚的吗？这个不是你该去搞清楚的吗？难道会是立委要去搞清楚的吗？1518不归卫福部管的。我告诉你，所有卫福部里面的不能食用的油都是从1518进来的。今天不是在讲1518归谁管？你怎么还在这里讲的出口说不归你们管？维力公司的维力也曾经从1518进口废食用油。跑去哪里了？可不可以回答我？他如果进口1518，是现在变成经济部来管理。你这个不是王八蛋，难道你还会是很高尚吗？
包委员，我比你高尚。人不要脸哦，天下无敌啊。